要叫三方外警方打出这种称号。只要是任何人
就唔會輕易離開。所以屯門區議員胡尚應都同意，舊罰則只係罰款2000蚊同埋監禁14日，對表演者而言，只係繳交低價嘅場地費，根本冇辦法去解決問題。但修咗例之後，最高刑罰金額將會增加至10000蚊，罰款唔再係低價鋪租，而係幾日嘅收入。所以立法會議員我話係有效防止滋生噪音，促使佢哋自律降低音量，令法例嘅阻嚇性大大提升。最後想問有關同學，承唔承認修例可以解決到現時執法嘅最大難題？唔承認嘅話，仲有啲咩方案可以修補漏洞咧？謝各位。正方嘅辯法時間係3分15秒，我先唔想多問。而家嘅辯法方主辯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最多七個小時。在各位大家好，繼旺角殺街之後，表演者各散東西，於是坐落咗喺唔同嘅地方繼續表演，包括今日辯題所指，康文署下所管理嘅公園，甚至係房屋署嘅公園。而剛才有風婆都已經同我哋講過法例嘅內容，但係面對住公園噪音問題，單單靠修例又係咪最有效呢？事實上，喺修例之前，其實附近嘅居民只要行多幾步，去到公園入面就能夠成為公園使用人。你依份簡單嘅舉動應該並唔構成任何嘅阻礙。東張西望就訪問過居民，原因其實係好多市民聽到檢控之後要上庭作證，往往都喺呢一個時候卻步。因此今日成功檢控並唔係好似有風婆所講，因為投訴人係乜嘢身份，而係要做證人，要花時間上庭。由此可以見到，其實最終檢控嘅責任就會由市民變成係公園管理人。陳奕迅嘅歌聲同大媽嘅歌聲係咪都一樣滋擾？應該要告帶喇叭嗰個定係使用喇叭嗰個？應該要告個主音部定係成個團隊嗰個？管理員亦都好難決定，佢亦都容易成為惡心，令到佢哋嘅執法意識薄弱。情況就正如其他同類型嘅公園違法行為一樣。申訴專員公署亦都明言，康文署喺其他管理嘅地方對控煙執法不力，令到法例形同虛設。屯門區議員譚俊賢亦都認為，修訂條例之後，若果執法意識依然薄弱嘅話，係難以有效解決公園噪音問題㗎。更加重要嘅係，今日根據康文署回應立法會質詢嘅説法，公園保安員係唔會擔任檢控證人，佢只能夠通知康文署職員到現場，先至能夠對噪音滋擾者進行警告或者係檢控。有風婆又點樣能夠肯定康文署職員會有足夠嘅人手去到現場視察呢？而根據香港審計署嘅報告，康文署喺2008年去到2012年，真正有執行過嘅巡查次數只有6次，試問又如何執法呢？更加重要嘅係，今日根據遊樂場地規例，更加重要嘅係今日我哋可以知道，除咗我剛才開辯已經講過話，除咗呢一個嘅康文署下所管理嘅公園以外，房屋署所管理嘅公園亦都有出現過同類型嘅問題，例如油塘嘅油麗村同油塘村亦都有出現過噪音問題。而今日呢條條例管轄嘅內容嘅範圍入面，係只有康文署所轄下管理嘅公園，而房屋署所管理嘅公園係並唔喺呢一個嘅管轄之內。請問今日呢條修例又如何有效，能夠全面咁樣去規管呢一啲嘅公園噪音問題呢？街頭賣藝亦都唔係洪水猛獸，政府亦都明言歡迎街頭藝術表演，以增添社區文化氣息。既然修例依然有很多漏洞，康文署嘅修例，但係佢哋亦都冇留後路俾呢啲嘅表演者，結果佢哋只會心存僥倖，輕而走險，繼續留低喺度，或者去到公園以外嘅公眾場所進行表演。因此，今日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已經提出開會辯論，香港訂立街頭表演活動政策，政策會給予表演者1年內無限次使用嘅許可證，而政策亦都會打破官僚主義，或定喺唔同部門所管理嘅公眾地方。
以自由挑選對方為團員回答問題，並且打亂對手發問發言嘅嘴唇。回答方不反問，亦不得打斷另一方發言。如有違規，另一方可以即時提出，並公認可曾不直接過分，會是一分。公辯一方非常發言，並可以自行決定係咪扣分。請問雙方有冇問題？請問同住填寫公辯分數嗰陣，請特別留意填寫詞序，特別係反方分子。第一格依發言詞序係回答分數，第二格先至係發問嘅分數。好，而家正方請前排出一位辯員坐喺入邊。Thank you.
好，其實呢個自然區係咪真係可以俾一班大媽容納到佢哋咧？咁你見到呢個自然區嘅呢個嘅發牌制度極度苛刻咯，現今由2016至2019年不足六成嘅呢個嘅批准，而今我哋見到。7月2日早派香港第一公道啊！我見到公園管理人去執法嘅時候，遇呢班大媽同埋有兩班大
以有效規管呢個嘅廠問題，規管呢個工業廠問題嘅延續變本加厲。嗱，之後有行第三個錯誤係咧，客户咧今日誤以為噪音問題好容易解決，好直接，以為純粹改邊個做證人處理咁佢難就得。其實今日噪音問題係涉及場地、音量管制、牌照打上以及表演質素等嘅各種問題，就例如第一打上問題。咁我今日話要增加打上，其實都今日有同學咧同我講到一樣嘅，都認為要增加要打上，認為現今康文署嘅修例根本冇呢個嘅阻嚇力，但係無奈地今日二十有同學今日話要講25条嘅遊樂場規例啊嘛，但今日25条嘅遊樂場規例講緊嘅係管制音響等等，並唔可以推管到呢個嘅打上問題。即係今日你見到今日唔可以處理呢個打上問題，大媽連當呢個嘅罰則係營運成本毫無阻嚇力，大媽連唔會留翻喺個嘅公園。第二就係今日條例冇規管到表演嘅地點同埋時間，冇奈何地今日你見到公園入面的確有遠離民居嘅表演場地，但現時嘅申請機制並唔友善啊嘛，大媽根本就難以申請，令到大媽迫於無奈只好繼續留喺靠近民居嘅非法校內表演，難以規管公園噪音。我頭先同講到啲嘅舒適地好寬鬆，咁既然真係咁寬鬆嘅話，咁點解現時冇人用咧？中明顯在現今嘅舒適地啲優越地啲地方嘅條例好可行啊，但啱啱我就難以發牌。我哋見到2016年至2019年只得6成嘅申請係可以通過。而第三，我哋都見到條例冇規管到表演者之間嘅位置同距離，令到佢哋鬥大聲。都嚟屯門公園嘅街頭表演樂隊表示，晚黑嘅聲浪極大，影響佢哋唱歌，最終只令到表演者互相鬥大聲，令到呢個公園廠問題得以延續。而第四，在條例亦都冇規管呢個表演者嘅質素，唔能夠確保表演者聲音係一種娛樂藝術而非常之要，令到表演質素參差。騷擾民居，嗱，諸多問題都令到公園廠問題嚴重。最後請不同學盡翻政府嘅責任，同我哋比較。今日係我公嘅反方案好，定還是有公學嘅公園修訂條例好咧？多謝各位。收嚟啦！但係呢個後面。
到佢控制公園噪音問題，就證明我婚姻變轉，所以今日心例存在一定嘅缺陷，又一多次禁止大媽們嘅噪音唔留後路俾佢哋，只會令佢哋抱有僥倖嘅心態，選擇繼續留喺公園或其他公眾地方破壞巡查。所以今日我先倡議留發牌嘅後路俾佢哋，等佢哋有等佢哋可以合法咁樣宣泄。其實呢班大媽並唔係洪水猛獸，我哋都唔應該完全當住佢哋，而係平衡各方利益，就冇干人旁邊。就例如80歲嘅陳法，如果失去呢一項娛樂活動，可能終有出家門。而拉爾嘅文文亦都清語言調低音量，希望可以繼續留喺屯門公園表演。可見呢一班表姐都顧及他人感受，願意作出改變。雖然部分人認為佢都十分討厭，但唔能夠否認嘅係，佢哋可能係香港前無知年嘅長者日常生活中唯一嘅消遣活動，喺社會上都有一定嘅價值。而正正就係一班大媽，令香港一班長者揾到咗生存價值，重新揾到生命嘅存在意義。其實當澳洲、台灣、英國都係如此嘅時候，點解香港唔能夠提供一個相關嘅措施，以達至雙方平衡利益呢？如果今日嗌要反對後路嘅時候，已經承認法律有漏洞，又反對我方提出嘅後路，咁今日呢一班大媽又要何去何從呢？其實不妨今日唔好將噪音同大媽劃等號先，大媽無亦都可以成為一種街頭表演，而街頭表演係香港市民嘅文化娛樂，只要安排得當。社會、經濟、文化、創作等，大家都有所得益，而香港亦都唔會再係文化沙漠。因此，自從街頭賣興起，政府就已經將街頭賣制度提上議程，提供場地、時間規管等等。而喺呢個情況下，我哋都能夠更加完善咁規管，以達至盡量嘅多方平衡、多贏局面。即其實今日我方提倡嘅發牌制度，能夠提供一個合法嘅場地俾表演者。相比於有方同學只係單一咁阻靠法律阻嚇大媽，而又唔提供後路俾佢哋，使佢無可退，我方雙管齊下嘅方針更加能夠有咁從根本解決問題。因此今日辯題仲有成立，多謝各位。所以呢，情況都。
啦，咁我哋可以用佢審處嘅標準去批判咯。再加上打賞方面，唔係規定佢哋只可以喺啲再喺合法嘅地方收受打賞金，違法嘅地方唔收受打賞，可以批判大媽或者違法地方點咧？咁再講落去，咁你今日你單教出嚟點可以批判呢個牌子嘅質素同埋打賞嘅問題咧？我幫你一個月嘅朋友幫你。規管嗰啲色情嘅表演咯，再諗下我就始終都會遇到㗎，因為即係有黨咁樣承認咗收禮門去解決呢個牌子打賞問題嘛。咁今日點樣全面去規管呢個公園所問題咧？佢哋照收打賞，照喺落地公園點樣規管咧？每個人咧對表演都有好主觀嘅睇法，可能上一輩咧會覺得華語歌曲好聽，我哋咧會覺得 Mr. Wong 唱歌好聽，咁有乜嘢準則咁去評價咧？你嘅觀眾係批咯，同學，但係現今你哋見到係咩？我都同你所講嘅後路嗰個佢根本仲唔寬鬆啊！因為有咁嘅見到係咩啊？申請你要提早半年申請，而淨係可以用一次，唔通咁樣真係後路俾你媽交俾表演者咧？其實説穿咗咧，今日有方案嘅發文機制咧，係其實咧同以往唔分別嘅，都係有等於冇，即係佢嗰啲有人聽過佢批咯，咁同樣一個聽眾都批咧，我方咧請教我成解釋，我方方喺節入面嘅時候已經講咗話，我個方案咧係三部分，譬如係首席啊、投訴同埋減少有一啲事項咧，都做到比較寬簡。
多謝提示。在座各位大家好，不知道大家仲記唔記得喺香港最熱鬧嘅地段旺角，佢曾經有一個海富城嘅旺角行人專用區。本身設立嘅原意係為咗提供一個公共空間，讓市民可以自由表演、發揮專長。嗰陣時咧好熱鬧㗎，表演者放聲高歌，粉絲在旁打氣支持，遊客更加視其為熱門嘅旅遊景點。但最終因為噪音問題嚴重影響居民，而被曬街。在座各位，其實有方今日咧好心虛，話要發牌同埋修例雙管齊下，加發牌制度只不過係將公園嘅噪音合理化，噪音問題根本冇被解決過，最終都係靠修例先可以解決啲問題嘅時候，有方今日將全部方案都埋齊講，就話最有效，究竟負唔負責任呢？有方可更加好可笑嘅位就係在於，有方話咧點樣去衡量表演嘅準則發牌嘅制度究竟好定唔好呢？有方話由聽眾咁去批咯。甚至海心公園個個大媽表演團都有人睇嘅喎，咁而家公園裏面全部表演都批曬嘅時候，同現況究竟有啲咩分別呢？再講嘅係遊方話咧，遊方話啊，修訂咗呢個場遊樂場地規例之後咧，都管理唔到康文署嘅公園㗎。但我方唔係咁樣㗎，我方今日修訂咗呢個遊樂場地規例之後，係管理呢個康文署嘅公園，而噪音管制條例原本就係、去規管啲房屋署嘅公園嘅時候，今日兩條條例各司其職，究竟有啲咩問題呢？其實當年旺角行人區同今日嘅公園一樣，係屬於公共空間，開放俾大眾使用。冇錯啊，陳奕迅嘅歌固然好聽，但今日唔係叫你聽幾首啊，係一年四季每一日，無論你想唔想聽，都要逼你聽，一日聽足四五個鐘，你仲想唔想聽啊？作為一個公共空間，使用嘅大前提係唔影響其他人。自由咧唔係大曬，人人都有自由做自己中意做嘅嘢，但政府都要立法例，因為大家都知道喺你係咪受緊自由嘅同時，係唔可以剝削其他人嘅自由。就似當年嘅旺角行人區，雖然表演者大陸嘅表演好精彩，但就嚴重影響到旺角居民嘅生活作息，相信在座各位都有所聽聞。最終政府為咗平衡各持份者嘅利益，終止呢個議案。同樣嘅情景亦適用於今日嘅公園，大媽團每日準時演唱。居民散步嘅時候聽到嘅再唔係鳥聲，打工仔捱完一日翻到屋企，因為呢啲噪音而無法好好休息。對於一個公共地方而言，自律同埋顧及他人感受係好重要，但好遺憾地，大媽團忘記咗呢兩個咁重要嘅因素，因為佢哋靠唱歌同埋跳舞吸引啲伯伯俾利是為生，唱得越大聲，吸引越多觀眾，收到嘅獎賞就會越多。可惜嘅係，公園地方有限，同時又有幾個歌舞團一齊表演，大家都爭住做最中意嗰團，支麥咪越教越大聲，音響有幾大聲就教幾大聲。結果咧，唔單止公園嘅人聽到，仲傳到距離海心公園400米遠嘅長頭灣幾十樓嘅居民都聽到。我方今日唔係反對，唔係要啲大媽團唔再表演，但當表演演變成為噪音影響。噪音問題影響市民作息嘅時候，一個負責任政府有必要企出嚟做大眾嘅領路人，保障各個持份者嘅利益。而修補法律漏洞更加係白紙黑字規管現況嘅問題。我方見到修例之後，落公園散步嘅人唔需要再浪費大量時間出嚟作證，只要打個電話就有職員投訴，附近居民亦都受法律保障，大媽同埋聽眾都不受影響。雖然有方將所有方案都埋一齊做，點解我方方案更好呢？當年旺角行人區噪音問題拖咗整整18年，政府先肯正視問題，終止議案。今日嘅公園噪音問題，有方要繼續自欺欺人，全部都是用市民嘅權利買單，定係吸取教訓，下定決心正視問題，再為面而變呢？多謝各位。正方要辯論時間係4分，好多事無需講啦。佢唱歌段落，大家留喺原位三分一下。最佳辯論員需額外問，每位辯論者先選出3位最佳辯論員，再參與再分別給予分數。最佳一位得3分，次佳一位得2分，餘下一位再追加1分。
咧就我自己覺得咧，講唔講乜嘢最有效咧？其實可能都係講緊你想解決乜嘢問題。咁咧就其實你想解決個噪音問題啊，又或者想解決就係大媽做嗰條唱歌嘅問題咧，我諗你諗清楚乜嘢最有效咧，可能係你嘅針對究竟要解決咩問題。從呢個角度諗咧，可能咧會比爭拗咧究竟係一個啊，有兩個同事都得咧，可能會更加好多嘅評價。而一就因為咧，單隻嗰個針對一個聚字係指一個多過一個呢個字眼問題，而係你究竟係想處理一個乜嘢嘅問題？咁呢個係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要諗咧就係咧，其實呢個問題嘅根源咧究竟係啲乜嘢嘅？咁咧就究竟係啲大媽冇喜歡打賞，即係佢為咗賺錢啊？係呢個問題啦，即係還是好似范方其中提過，係佢執法意識好薄弱嘅問題咧。咁因為咧個問題根源唔同咧，可能嘅影響就係你提出嗰個方案本身咧，係咪即係能夠處理到？嗱，如果個問題真係打上嘅，即係話佢其實你就算呢個發牌假設講，如果佢收唔打上或者收唔到打上，可能影響佢自己嘅決定嘅喎。咁所以咧，究竟係咪咁？又或者收咗條例之後，其實你執法意識好薄弱之類嚇，你都做唔到噶啦。當收例又點咧？咁所以嗰個問題嘅根源咧，其實係我覺得要講得清晰啲嘅。第三樣嘢咧要諗咧就係、是，咁其中就講到即係公園噪音問題咧，就係康文署嘅公園啦，有時候提到房屋署之後嘅公園啦。咁究竟我哋期望修例咧係解決所有公園嘅問題啊，定還是係某啲嘅公園問題咧？又或者我哋點樣諗啊？頭先提到話有噪音管制條例㗎嘛，咁噪音管制條例係咪就單單就係講緊房署嘅公園，而唔可以規管其他嘅噪音咧？即係噪音管制條例裏邊講嘅內容其實係啲咩嘅咧？呢樣嘢，因為咧好似咁聽咧，噪音管制條例咧應該規管好多類型噪音嘅。咁但好似又講到咧，又有個司法職喎。咁其實實際上有嗰個噪音管制條例係唔能夠處理而家所講嘅噪音問題咧？個原因係邊度咧？咁我覺得咧喺呢個條例上嘅解釋咧，係可以即係講清楚啲嚟點樣一回事。咁啊，大家好多兩點。多謝我。而家再請林卓龍先生就相當熱烈嘅。OK， 各位同大家好。我主要睇一場比賽嗰個票向咧，我主要係考慮大家個主線操作同埋攻防邊邊處理得比較好咧。咁我覺得我偏向睇攻防多啲嘅，但係我個人覺得呢場比賽咧，從攻防嘅角度考慮咧，其實係判嗰邊邊贏嘅。咁原因我覺得大家都唔習慣於喺比賽入邊咧，大家都偏向中意做好多嘅攻擊同埋挑戰，但係對於另一方嘅挑戰咧，其實冇乜好多有力嘅回應嘅。咁我舉個例子啦，例如好似正方咁，其實正方開出你條主線之後咧，反方嘅前場就好早就有好多嘅拆解㗎啦，包括你哋嗰主要個三項修訂，第一，你話會將嗰、那個第25條嘅使用遊樂場嘅人改做一般人啦，其實反方好早就有攻擊㗎，佢話只要其實你一般人行咗入去個遊樂場幾秒，咁佢已經使用緊㗎啦，咁所以佢覺得你嘅修訂係冇乜用嘅。咁對於呢一點，我覺得正方冇乜好有效嘅跟進。第二就係、是、你話會列入簡易秩序條例，咁以後就唔使再去上庭作證㗎啦，咁就可以簡單好多啦。咁反方亦都有講過，其實上庭作證取消呢個環節，其實反方係有相同嘅一個方案嘅。反方對於呢一點唔係攻擊嘅。咁、那個問題就在於第三個嘅修訂，譬如你哋話啊，佢提升到10,000蚊，咁其實反方對於呢個攻擊唔係好多，即係片面隻語嚟問話，咁係咪加到10,000就會解決到個問題咧？咁稍微得兩個咁樣嘅攻擊。我嘅感覺就係對於正方，其實喺你哋建立呢三個嘅修訂之下咧，我唔知道有冇預計到反方會作出好多即係多多少少嘅攻擊，但係偏向我都冇乜好聆聽到反方對於啲乜嘢嘅地方作出咗啲乜嘢嘅質疑，
所以我覺得呢一點要去再留意多少少。而我覺得反之，其實反光鏡都會有一啲相同嘅問題出現咗嘅，因為我覺得反光偏向就係會就住條主線，好中意會即係就住你主線嘅論點去問翻正方啦。但係正方其實問咗幾個我覺得幾關鍵嘅問題嘅，包括其實好早已經喺公辯入面度去問到反光處理呢條辯題嘅方法係咪合理嘅方法，包括正方又話過啊，其實所謂嘅最有效就必須要討論係單一嘅方案。我個人認為你如果反光鏡本身個主線嘅設計係話修例再加發牌先至最有效批判，我個人係反對呢個做法嘅。咁因為我覺得將條辯題你偷換一下啫嘛，譬如我條辯題係話鬧係咪最有效嘅管教方法，反光鏡可以覺得唔係喎，又鬧又噴先至最有效，所以我個人覺得呢個處理方法係合理同埋冇問題嘅。但係正方其實由公辯至到去自由辯論都追問過，亦都修改咗其實所謂最好嘅單一方法嘅話咧，其實反方對於呢一點唔係咁仔細地聽到咯。咁我作為評判，我就會好難去判斷啦。即係我個人就覺得反方咁樣論證完全冇問題嘅喎。但係正方作出咗兩至三次嘅攻擊，反方亦都冇任何嘅回應。咁變咗我覺得反方喺一個辯論比賽上不得不將呢個戰場讓俾正方，就係覺得佢嘅修改係最成功嘅。咁所以我覺得正反雙方都要留意住，對於對手嘅攻擊，我覺得要聆聽仔細多少少。我成日都打辯論比賽咧，講極即係其次，聽係最重要，因為即係聽清咗對手其實就算喺邊一個嘅地方作出咗幾大程度嘅攻擊，就算係一個好 minor 嘅問題，但係如果對手將呢個問題放大咗幾次，你都唔去答嘅話咧，隨時可能會令到評判會覺得呢個咁小嘅問題嘅都未必會解決。所以就住攻防好難去判斷呢場比賽嘅勝況，因為始終大家都冇乜好注重喺防守方面點樣可以捍衞到自己嘅領導點啊立場。咁所以我今場辯論咧係主持嘅操作嘅，我認為主持嘅操作上咧，雙方都會各自有一啲嘅缺點，而我就會覺得啊呢啲缺點較大，可能就會未必將個票判俾呢個一方嘅。咁我先講正方先啦，其實我覺得正方喺嗰個論點嘅連貫上嘅全場都冇乜太大嘅漏洞，只不過係咪真係能夠完整地論證曬你哋正方提出方案嘅成效咧？呢個我係質疑嘅。咩意思呢？譬如好似啱啱所講，如果你覺得修例係最有效嘅話，正如我都有講過，你哋首先第一步要論證修例有效啦。但我覺得就住呢一點咧，其實正方唔係好完全地論證得曬嘅。舉個例子。譬如今日對於你話將嗰個罰款係由2000蚊提高到10000蚊咧，我偏向會覺得呢一種係比較空泛嘅論證嚟嘅，因為你覺得2000蚊阻嚇性低，加到10000蚊阻嚇性就會高咗，咁所以就等於佢有效啦。但我個人覺得未必嘅，正如你將2000蚊提高到2500蚊都唔代表係有效嘅，可能個情況會完全一樣嘅喎。所以你話我聽點解2000蚊提高到2000唔係冇效，但係2000蚊提高到10000蚊就會有效？正如你啱啱俾其中有一批人講過㗎，原來咧嗰班嘅大媽收嗰啲賞金，每一次100咧，每日萬有流蘇都一樣就 OK， 10萬又好啦，會第1000蚊利是俾佢㗎嘛。咁佢每日竇到幾多封利是先？咁如果佢一日竇成100幾封利是嘅話，其實10000蚊對佢嚟講都係不足為計嘅喎，都係好少嘅金額嘅喎，佢都係唔會理嘅喎。即係就算你罰2000蚊同埋10000蚊都完全冇分別，咁你就淨係有效。所以如果你可以，即係一嚟，我覺得其實係咪即係你其實你唔需要自己限住自己交10000蚊嘅，咁你罰佢10000蚊雖然太誇張啦，但我覺得罰一個合理嘅數，你都要即係有責任去解釋俾我聽清楚，你個修訂係有效，你都要話得好清楚你個論證係咩嘅。咁亦都例如啊，你話將嗰個使用遊樂場地嘅人變做一般人都可以去投訴啦咁樣。咁但係反過嚟都有做到質疑，呢個我都會覺得係喎，點解你行入遊樂場兩步咁簡單嘅動作，而家佢哋都唔會做咧？點解仲要一般人啲人會去投訴咧？咁所以主要個問題都係在於上庭作證嗰個問題嘅。咁所以我覺得偏向正方要諗清楚，邊一個修訂係你哋最關鍵嘅修訂。如果一啲次要嘅修訂嘅論證部分唔使太多，但係點解你取消咗上庭作證嗰部分，就等同都可以將啲大家判得入先？咁又會去另一個問題就係、是，係咪代表唔上庭就會能夠判得入呢？因為始終你都要去判斷嗰種係噪音定係唔係噪音，或者你始終你都要判斷佢個性質上面會唔會犯安所嗰樣啲咩事情性
群啊，或者個社都唔肯認寫收假相啊，其實好多啲執法上嘅難度問題嘅。咁我覺得政府有必要解釋到究竟收假完之後，能夠可以解釋清楚呢啲咁多灰色地帶，同埋現時告唔入佢哋嘅最大嘅問題。咁我覺得政府先要完整地去論證得到嘅。如果我覺得偏離有少少口號同埋空泛，反方。我覺得反方喺主持嘅操作上，我一開始覺得個心思係比較好嘅，但係我都咁講，我都覺得反方嘅主持唔係應該咁樣定論，但係唔係一個好簡單操作嘅主持，係一個幾困難嘅操作嘅主持嚟嘅。用得好，就會好，但係如果你個立場前後會有少少矛盾嘅話咧，咁個立場就會有難。譬如你話個發牌加收例就有合規範。OK， 咁某程度上你係同意修例係會有佢嘅效用嘅，係咪？但係其實打到越後場咧，其實你哋喺某程度上越抨擊緊修例嘅作用嘅。咁我覺得好奇怪喎，等於去到後期政方都問你點解修例係冇用嘅咧咁樣。咁我反方嘅立場係冇，直到自由辯論先聽得清楚。因為此修例不同於彼修例，你嘅修例同佢嘅修例根本唔同嘅，修例嘅廣度、深度嘅乜嘢全部都係唔同嘅。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喺個立場。去到好後期先聽清楚大家個分歧係啲乜嘢。而家知究竟你處理緊嘅有咩問題咧？譬如啱啱我同意網上所講嘅，就係、是、大家都要搞清楚你哋處理緊嘅問題嘅對象係乜。正方處理緊嘅就係公園嘅噪音問題，但某程度上反方諗嘅係咪會偏向咗就係、是、啊會唔會大媽留後門俾佢哋咧？咁究竟大媽佢哋嘅歌聲係咪噪音咧？有時候我覺得反方又覺得係，但有時候會覺得唔係。咁變咗，其實你哋處理緊係咪公園噪音問題？我覺得喺場比賽入邊，唔係全部嘅篇幅都係處理緊呢一個對象嘅。咁加上個公園，有時你話係一啲係攞住下下公園，有啲就係康文署下嘅公園。咁部分其實你哋所講嘅對象，亦都唔係完全地話係所有嘅公園嘅。咁變咗，我覺得反方今日處理嘅對象上面係比較少少嘅模糊嘅。咁加上，其實我覺得反方對於有某一啲自己嘅方案咧，個立場上都有啲彈過嘅。譬如你哋本身係覺得啊，你將嗰個消毒衞生嘅變咗本人嚟，其實冇任何作用嘅，因為行多幾步就得噶啦嘛。但係其實去到自由辯論嘅成年翻嚟嘅修例入面咧，係會將消毒衞生嘅會變翻一般人嘅，即係你又曾經有咁樣成年過嘅。所以我覺得反方你對於自己嘅方案或者你嘅立場，你哋嘅主線嘅操作上面，其實今場並唔係處理得好有限。所以我覺得本身個主線嘅建立係好有心思嘅，但落到場嘅操作上面，比正方好多嘅逼問上面，我覺得個難度上面稍微較多。咁所以我覺得注意住啦，就係、是、一條比較複雜處理嘅主線底下，你哋嘅立場嘅連貫上面，你應該用清晰嘅，同埋加上我都要及早地話到俾人聽，大家嘅修例有乜嘢好明顯上面嘅分別之嘅。其二就係、是、你發牌所規管嘅嘢。公園噪音問題定話成大媽佢哋有冇後路嘅問題咧？呢個都反覆解釋清楚，同埋政府問咗三四次嘅，就係你將噪音合理化咗之後，咁即係噪音之後就嗰啲就叫做唔係噪音啦。咁其實你冇處理到個噪音嘅問題，咁對於呢啲攻擊，我覺得反覆嘅回應上都會有疑心。咁所以我變咗，我覺得個主線操作上面，政府好似平平穩穩地冇得太大嘅漏洞，但係反覆嘅漏洞反而要留後場會越嚟越多。咁我覺得呢度會比較小心啲嘅。咁所以場比賽我要應該會投俾正方，但係前場我係俾反方，但係後期我覺得流動比較多少少嘅時候，我會慢慢將個分數上會換咗俾正方。咁呢個係我交代者嘅偏向同埋觀點。咁如果陣間有啲咩嘅問題，我哋可以再討論一下。OK， 多謝。多謝文卓林先生嘅表決。最後有請郭先生。剛才都講啦，簡單講嘢。我同袁叔上兩樣唔同講，我覺得對我嚟講，整體而言最大嘅感覺係咩？就係有好多唔係咁必要或者唔係咁重要嘅嘢咧，充斥咗成場比賽。反而有啲好重要關鍵變態，我理解嘅討論咧就反而少咗好多。舉個例，例如正方，正方咧，你可能論證變態啦，要修例治罪有效規管公園賞品嘅方法。去到中校場，你點出咗一個好重要或者好正確嘅嘢，你講得啱嘅。你要論證最有效，但調翻轉喺你哋立場之中咧，個最有效我唔係咁 exactly 聽得出。例如咩咧？你對佢嘅成效嘅估算啦，成效嘅預測
差，甚至當對方因為同一時候同意，但係反方一開始最強嗰段嘢咧，其實正正就係攻擊緊你收嚟成效。當你今日從判斷最有效係判斷成效分析嘅時候咧，而你唔喺成效呢個位作出回應嘅話，或者作出防守嘅話咧，你好難信服我哋嘅收嚟嘅成效喺你要比較成效之上係有。咁所以喺成效上嘅論證係我相對信服嗰啲，而你所講嘅兩個標準咧，我都唔係錯嘅，有得係可以再延伸多少解釋多啲，例如你想講效率，效率其實好對應住有效率，即係呢個我覺得個標準係做得靚，阻嚇性都係啦，甚至你阻嚇即係即時嘅成效係講緊長遠嘅，係講緊預防嘅。咁所以我覺得你對呢兩個標準咧，其實係對應都有效，但係佢具體再論述多少少，或者再具體落到去成效分析同埋比較咧，我都相對上面方法。就不斷喺中後場就牽住講翻喺你哋嘅標準，睇你哋主視角與對方論證，但係調翻轉你哋喺展述同埋論述自己修例上成效咧，反而就欠缺咗少少。所以你哋頭先嘅分析就係講同意，但係佢後面不斷以攻擊嘅方式去延伸你哋嘅講法，不斷以一啲比較方法啊，不斷以一啲可能定義啊、估計嘅方式咧，去延伸你哋後場嘅推論去講。但呢啲內容咧，相對上嚟講，佢可能一副或者佢前面都講一啲可能噪音對。追問資料好煩啊！呢啲嘅問題，但係調翻轉呢啲就唔係咁具體同個成效都有關啦。呢只咁樣噪音問題影響啫。咁當然，如果你講噪音問題影響可以解決到嘅，咁都可以，但個推論就欠奉咗。所以我覺得對於正方嚟講，你揾到一個靚標準㗎啦，或者揾到一個可以有發揮空間嘅標準，但係當中就得個分界，裡面詳細論述你嘅成效就比較講得相對清楚。而反方，反方我覺得你工作好簡單啫。你只需要論證到佢唔係罪得，包括兩樣嘢：一，你論證到第二個罪得；第二，你論證到佢有另外一個方法一定罪，但只要好過佢，咁你已經完成咗你論證結果。所以我覺得喺個罪上咧，法方嘅攻擊同埋喺你哋處理上咧，應該係會輕鬆過正方。但調翻轉到今日就相對咁冇，點解咧？我覺得有兩點嘅，第一就係你哋好好由清楚嘅立場講出，包括你哋想比較嘅對象係。你都係用一籃子嘅方式，以散打嘅形式，逐個去問佢。呢個好似好過你，嗰個某啲方法好似好過你。你逐個同比較，例如你有講過，可能喺街頭呢啲排斥上，誒去到後期少少可能人心處處理呢啲可能有色情上嘅表現。所以你想做嘅處理方法係一系列嘅攻擊去推翻佢，係有效最有效啊！定假定一個好明確嘅方式咧，去後場或者前前地，即係後面開始有多少少唔同嘅講法情況。但喺前場咧，我聽得出你想講街頭表演嘅情況，包括牌照啊等等。但呢一樣嘢就相對失色嘅，就係你冇好好咁講清楚你方，以至對方喺中間咧有個好細緻嘅拋問，包括可能你嘅表演嘅位置啊、表演嘅批審批啊等等。而呢啲位置咧，你後場想嘗試解釋你嘅街頭表演政策，包括你想講街頭表演政策如何，即可能表演嘅文娛嘅一種，係對於呢個街嚟講。呢就係同一時間，我頭先講啦，就係啲可能冇咁重要嘅東西，因為你解釋咗處理街頭表演政策好處，但未直接論證到街頭處理，即係街頭表演政策對於噪音處理上嘅成效。咁所以去到嗰個位就係，我覺得對於真係直面題核心嗰樣嘢就最有效批判。對於成效分析上，反方嗰個立場，覺得有多少支持對正方嘅攻擊咧係有嘅。但係呢個對問題，我覺得只要你將呢對問題。一方面有效咁喺攻面去逐個問翻對方咧，其實我覺得好難接近。同一時間，你將呢啲攻擊喺後場好好跟進翻，同埋好好處理翻攻擊對方嘅成效咧，我覺得對面嘅論述都唔會咁易，即係完善得到或者直達到。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方面可惜。另一方面想做比較嘅同時咧，你嘅比較又唔太清楚同具體，以至去到後面有個模糊嘅地方就俾正方捉住啦。包括問你一啲，你係咪想用同方法做曬啊，或者點？甚至有啲再推進啲，甚至我想諗可能詭異少少啦，但都可能有機會要回應，就係其實如果你要做一個發牌制度或者處理街頭表演政策，時不時都你都可以修例，因為其實有多牌照嘅政策，有多牌照嘅法則，其實最尾都係要過立法會，或者可能要喺條例上寫出。根本其實呢一啲表演牌照或者處理牌照東西都牽涉到修例，咁又有一個可以 charge 嘅地方。所以我覺得政策雙方都話對於好多條件係相關嘅一開拓出嚟，但係好針對性地去討論政策條件同埋反政條件嘅要求，好似又多咗少少噪音或者多咗少少即係旁支半隻東西，你冇咁進入到核心。所以我另一方面幾欣賞馬東議員，就係開始在於你哋解決議題。
一個處理咧，係一個相對完整少少，或者我聽出係相對即係完善少少論述喺個比較上。咁呢方面就相對後少少，我覺得可以擺翻做少完整咁將個比較變成雙方今日真係拗嗰個分歧嘅話咧，咁我條議題同埋個比賽咧就討論得更加對焦同埋好效。咁我俾條主持人講。多謝各位先生嘅。今日比賽面對嘅問題有以下，有任何事務處理過，首先係最